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一首新专辑的歌，那我想每个人都渴望被爱，然后也不断的在生活中为自己找到定位，那更渴望能够拥抱这个世界。但是我想只有在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，才能够在有机会拥抱世界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我写了这首歌，希望今天在这首歌当中，你自己可以是自己的家，或者是不管你到哪里，哪里都可以是你的家，或者今天晚上你们也可以是我的家。谢谢。怎么会有苦？